子在打游戏，从这块他已经红肿了，知道吧？溃蔓延到这个大拇指根部，以及到脚侧缘、脚背这块，全部是蔓延起来的。这块全部是红肿的。好，现在帮你处理啊。你处理中间的话可能会有点感觉，你可以喊，可以讲，可以闹，但是不要动。我可以把感觉降到最低，好不好？剪不剪了？不剪了是吧？不能让自己剪了啊！